别动他，干啥呢？下来吧！你看我们要磕的。有什么我说你这，有什么我说的，金总啊，金总，我问你，你这 LV 你一月开多少钱？我问你啊，你买 LV， 你 LV 一月开多少钱？一月挣多少钱？你 LV？ 啥呀？你 LV 一月挣多少钱？沈总啊，我问你 LV 一月挣多少钱？走，我问你 LV 一月挣多少钱？我就问你，你就 LV 一月挣多少钱？走，干仗！不像你家儿子，我这干啥呀？不像你家儿子，真的。你跟我唠啥？我问你，你这一月挣多少钱买 LV 裤腰带？你月挣多少钱买 LV 裤腰带？我问问你，看，我问问你，月买挣多少钱买 LV 裤腰带？来，我告诉你，你告诉我，对你说吧。我们都跟着我们家兄弟。上哪儿都咋了？还能给领拘留所的说的？看看管理处吓我们啊！把人带走了。吓我们，把人带走了。我上车，上车干啥去？在底下他，上车干啥？不，我不上，我不上车，我不上车。我哪个公司？我问你，你月挣多少钱买 LV 的裤腰带？我问你，你月挣多少钱买 LV 裤腰带？啊，我挣多少钱？啊，你说吧。组织知道。组织刀，对，你看裤 LV 裤腰带，你看不错，一身名牌，你看对啊，你看不错，裤子你看一身名牌，哎，对，那你看我都我们说了，你这不说，那我们咋的？对，我们咋的了？上门路，我们就听见我们呢？想解决啥问题就得，你们说那么干啥呀？我们怕你们，别怕，你还能抢车，还能劫车？哎呀，去过去，谁管抢车呀？这你说找公安局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找了，好使，我们还用上这儿来吗？对不对啊？那你说还有啥事儿啊？除了抢车还有啥？就先谈抢车的事儿，你先谈抢车的事儿，把抢车的他们再说。你先说，一个一个说呀。你不记处长吗？你给我们大家伙解决。你一个说。